我爱你，亲爱的水稻。呀，猛男。谁是猛男？你，你是少年之家第一猛男。你是少年之家唯一的一个猛男。大声点，把这句话说出来。我要 KFC 你。KFC 我。哇，猛男都很厉害的。猛男是一下都能把田里的这些都搬掉的。不是猛男，过来帮搬一下这些呗。我业务很繁忙的呀。作为咱们少年之家的唯一一个猛男。哎，我觉得别人都搬不了。是，我也觉得别人搬不了。我觉得只有猛男能搬。只有只穿白衣服戴红色袖套绿色手套的猛男才能搬的。我搬完这儿好不好，兄弟们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猛男说啥是啥。猛男说的都对。放这吗？好，这吗？看你心情。不，不要看我心情，我要看猛男心情。逮着。欧了。逮着，逮着是。逮着对吗？逮着是啥呢？搁这儿吧。搁这儿吧。反正我说逮着，你是不是就逮那儿了呢？你也理解得了呀。也是。我能理解。不是，你怎么跟猛男说话呢，小齐？我操！我这就自罚再跟一圈。